嗨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四个我，也就是代词。代词又分为人称代词和物主代词。人称代词又分为主格 I、 宾格 me， 物主代词又分为形容词性物主代词 my、 名词性物主代词 mine。 好，我们现在根据口诀一起来看题。人称代词主宾格，作用不同，莫用错。主格动词前做主语，主格动词前做主语。I am a teacher， 动词介词后宾格，动词介词后宾格。 Give me a book， Look at me。 OK， 我们再看物主代词。物主代词分两种，形代一定修饰名，形代一定修饰名 bag， 形代一定修饰名 This is my bag， 名代主宾表都行。名词性物主代词做主语、宾语或者表语都行。 OK， 这里是表语 The bag is my 主语 be 动词表语主系表大家学会了吗？